家午安，大家现在在吃午饭了吧？今天天气超好的，可是妞妞要跟大家讲，妞妞看起来超累的，而且我的眼睛超肿的，因为其实啊，我都才回家几个小时，然后早上就又出门了。然后那个昨天呢、啊，因为妞妞在回那个就是客服，有没有半夜还在回客服？我们回到好晚哦，凌晨两点三点了，很想回家，但是还是要把客人的问题回完啦。好，那昨天还差一点点的进度，但是今天我们的小帮手就会回复到大家咯。好哦，超级累。好，连妞妞，我跟你讲，妞妞平常都不长痘痘的，现在居然长一颗痘痘在这中间，昨天被笑得要死。好啦，今天有好多好多的新品要带给大家，然后就是等一下大家记得要按赞留言分享。今天我们要送的是经典小背心，非常非常的实穿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哦，好不好？嗨，我这个痘痘好明显哦，然后整个你看眼睛都肿的，因为其实三点多回家，九点又上班了，其实回家弄一弄真的是没有时间睡觉了。好，大家午安，希望大家呢不要像牛牛一样今天没精神哦，其实今天真的是很累，然后没关系，看到你们啊都非常非常的热情，所以牛牛会加油的。好，然后呢再来呢记得一定要分享，因为今天牛牛要送给大家的东西先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经典背心哦，是非常漂亮的这种经典小背心。然后呢这个去年我们卖的非常非常的好，经典小背心大家一定会很喜欢的，非常喜欢，而且今年是可以拆掉的，今年的那个上下都可以拆掉，然后会送出四件四个颜色给大家哦，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哦，但是记得一定要按赞留言分享。然后今天呢我今天很烧哦，而且今天新品很多，刚刚小编在准备衣服的时候就说赶快赶快，因为今天新品要介绍超多，我晒黑啦，妞妞上个礼拜就是去玩耍了一下，所以整个人变得哦嗖嗖的。好，所以其实蛮明显的，因为很曝晒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介绍今天的新品了。在介绍今天新品之外呢，要先提醒大家，昨天我们还好，妞妞有准备了500支墨镜给大家，大家已经买到，大概剩个位数了。所以呢，还是提醒昨天没有看到直播、没有抢到眼镜的粉丝哦，目前还有少少许的现货，但是后面都还有追加，但是就是要等待了。好，非常非常的好看，这支墨镜昨天非常热烈回响，所以如果没有买到的，今天可以再去买哦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开始介绍我身上可爱的裤子咯。好，今天呢，为什么要介绍第一个裤子？因为其实我们家很少卖这种休闲的，但是这件裤子我非常喜欢，因为是它不挑身材，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穿哦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呢有没有看起来它有点花苞的感觉？其实这是妞妞自己绑的，跟大家说，这个连孕妈咪都可以穿。你看，这个连我的爸爸都可以穿，我不能拉太低会曝光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是一个完全让大家自己去缩腰，你多瘦多胖就缩到你自己的位置哦。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运动花苞裤，然后呢你它是蛮高腰的，所以你搭上这种小背心短版背心就不会觉得很短哦，非常非常的可爱，有没有？然后运动中也可以带一点可爱，就是不会每次都穿到那么无聊的，晒黑又更瘦了，天哪，千万不要。好，然后呢我觉得它裤长很棒，然后下摆又是做这种卷卷的，非常运动哦。这个我自己就买了两个颜色，然后灰色它就是穿上去就是很休闲，那灰色也不用担心，其实它不会有透或是显胖的问题哦，我觉得非常厉害。然后就是可以自己绑，你到 2XL 通通都可以，非常非常棒的，非常棒的商品哦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这种花苞形式，所以呢你可以自己搭配你自己喜欢的运动上衣哦。好，那我妞妞来去换黑色咯，你看它可以拉那么大那么大，所以喜欢的孕妈咪啊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做调整，我觉得这款裤子很棒哦，就是很少有就是棉质的裤子可以做到这么有造型。好，然后呢穿起来舒适度非常好，然后妞妞因为很常出差，所以很常坐飞机，所以呢我就一个人一口气买了两个颜色来教大家怎么用。你拿到的时候你就先把它缩紧，然后看你自己的腰围，然后再把它拉紧。黑色一定是会再更显瘦的，而且它很棒的是它可以搭一些高腰的上衣，不会穿帮啊，完全不会耶，非常非常好看，我一口气买了两件，然后自己也是常常穿出去，就是买东西我觉得蛮休闲的，不一定是要运动，完全不会曝光，你看一下
它其实蛮好看的，然后上面就是这种小花苞，很美，然后搭这种短版上衣非常非常好看。好，然后身材比例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，就是穿球鞋也能穿得这么漂亮。那黑色一定会比灰色显瘦一点点，但是呢我觉得灰色其实更明亮一些，更运动一些。那主要是看大家呢自己想要哪一种风格，然后去就是去买哪一个颜色咯，好不好？所以呢这件裤子我觉得大家可以买啦，因为这个裤子在外面找不到，而且第二个它真的版型很特别，穿起来又瘦，然后它又是棉质的，所以不论你是在长途啊坐飞机啊等等状况，我觉得穿这个都是蛮舒服运动，然后夏天真的蛮方便又舒适的。刚才是取货回来耶、yeah, 好棒哦。好哦，所以这黑色的裤子如果大家有缺这运动裤我蛮推荐的，因为这个裤子第一个不太会撞衫，然后第二个是真的舒适好穿哦。好哦，然后呢接下来呢妞妞呢然后再绑一次给大家看好了，大家对这个裤子很疑惑。好，然后呢但是这个啊你知道我们家的小帮手全部都好喜欢哦，都好爱好爱，然后就觉得说妞妞什么时候还会有这种款式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妞妞来介绍我身上的上衣咯。好，妞妞身上的上衣有没有很可爱很可爱的颜色？这一次呢帮大家出了缤纷色、粉色、黄色、白色，这一款颜色超级卡哇伊，而且呢香港可以买的哦。好，是不是都小尺寸的穿得下？其实不见得欸，你要看每一样商品，其实商品的每一样的尺寸都不太一样。这一款它是属于合身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看这个弹力，而且这一件衣服很厉害，其实你们透过妞妞其实蛮明显的，这一件衣服可以让你的胸部 up up， 因为大家知道妞妞其实上身很没有肉，但是这一块的面料它的弹度是非常端的，然后所以呢包覆性非常好，就会让大家的胸部 up up。 这件的背心穿起来真的质地跟样式都非常的简单有力又好看，而且这个粉色我超喜欢的，你看就妞妞现在比较黑啊，穿也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好，那它就是粉红色条纹，而且这一是这个领子啊，妞妞帮大家选比较不会那么低，就是不会那么露，有另外一种好看的感觉哦，休闲感，然后真的很弹哦，我给大家看这个布料超级弹超级弹，然后呢它就是会微微的贴在你身上，可是它又会让你的胸部就是变大，很厉害的布料哦，我相信这个女生应该都很厉害。 Hello， 私讯还没有回完哦，我们昨天回好多，回到凌晨三点多，但是没有不用担心，今天一定会回到你的，就差这么一点点我们就完成了。好，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。好，所以粉红色呢很可爱，看大家喜不喜欢，我自己是买了一件粉红色，那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讲它多大，你看像妞妞要脱衣服的时候它可以这样子整件推出去，所以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，这个弹力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。好，再来呢妞妞穿上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颜色，它是淡黄色，它不是鹅黄也不是黄色，它是很淡很淡很可爱的黄色哦。好，这个黄色应该很多人很喜欢，它就是有点偏芥末黄，可是它又不会到这么黄，这颜色可爱吗？芥末黄超 Q 的，这颜色我个人就很喜欢，好想再买一件哦，因为黄色搭黑色裤子好可爱，喜欢吗？很可爱哦。好，黄色大家喜欢什么色？而且穿起来胸部就瞬间会高，就是变大一个 cup， 真的真的非常厉害，然后弹度不用担心、啊、这黄色超级可爱，你如果搭一些牛仔蓝色的短裤、白色的短裤，或者像妞妞现在这种比较休闲黑色的短裤，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哦。可爱吗？喜欢哦，因为这个我觉得很特别，而且布料你们买回去可以触感看看，它的布料磅数啊真的都是不错的，然后呢真的是弹力的棉质，非常非常舒适的、啊、像这种东西啊就是夏天基本百搭基本配备，那只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些造型或是颜色咯。好哦，谢谢大家，再等一件很骚的洋装，洋装已经快被抢光了，洋装真的是很厉害。好，然后呢再来呢没关系，如果两个颜色你们都觉得哎还好哦，还有没有更厉害的颜色？当然有啦，你们最喜欢的黑白条纹色。好，这一次的黑白条纹卖得很好，我觉得还是有部分的粉丝啊就是喜欢那种简单中的优雅，简单中的简单哦，所以呢还是很多人挑这个黑白条纹的部分哦。好，黑白条纹的部分，来赶快按赞留言分享，我们今天送的东西很棒哦，有四名哦，好不好？赶快记得一定要。
好，再来呢，来看看，很美对不对？然后简单就有型，然后弹力真的是弹力，然后最多人戴的还是白色啊，你们就是真的就是很保守，但是妞妞推荐大家可以戴粉红色，我觉得粉红色比较可爱啊。午安，午安。好啊，白色我觉得很好看，而且白色一上架就卖得很好很好，然后粉红色是我自己有买，我自己蛮推荐的，对啊，蛮推荐的颜色，超级好看，就是很简单，而且啊，你们收到这个时候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它的材质，因为它真的，它虽然便宜，但是它不是那种烂烂的布，它是真的有弹性有延展性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买到这个很值回票价，而且穿起来胸部又大大的感觉，墨镜超好看的哦。好哦，谢谢大家哦，直播看完再睡啦，等一下再睡啦，好啦，等一下妞妞要穿漂亮的洋装了。好哦，再来呢，我今天呢现在要先穿上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妞妞今天要送给大家的东西我先来穿上，今天要送大家什么东西呢？今天呢我要送给大家的是四色的背心，而且这个背心穿起来超好看的，会让你为之一亮的背心，包准你不想睡觉了。好，那我现在身上搭的这个裙子我就不再说了，因为这个裙子已经卖到爆炸了，如果你想要找的话，你可以到我们的下半身的裙类去找，它卖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好，其实啊该吃胖的人应该是妞妞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近期夏天啊就感觉晒黑了，然后又越来越瘦，有时候穿某些衣服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撑得起来。好哦，来喽，等等我喽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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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妞妞赤脚，赤脚路过，好来找双鞋鞋，好球鞋，我为了要表示说我们家的裙子很厉害，所以我依然穿上我最爱的运动鞋。好，今天呢要送给大家就是妞妞身上的四色背心。好，这个美式一上架，去年我们就有卖了，就是卖得非常好，而且这次的金链很特别，它是可以拆掉的，所以在洗涤的时候会非常非常棒，很好看对不对？好，非常非常的美，这个裙子卖翻了，而且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它会曝光，它完全不会曝光，它只是大腿这一节打开而已，就这样子而已，颜色超级显瘦，整个人穿上去腰又变超小的。好，今天呢按赞留言妞妞会送出四件我身上的背心哦，这个人人拿到人人可以穿，人人会喜欢，它不论是搭开叉裙还是搭牛仔裙都非常好看，等一下妞妞可以搭给大家看。然后这次的经验有讲过前后都可以拆掉，所以非常好看，而且它的红色是有点暗中带红，它不是那种很亮的，所以呢不用担心说啊穿出去好可怕，好像那种什么大神，不过它的红是有点半朱红，所以其实穿起来颜色是非常好看，然后搭牛仔裤其实就可以咯，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很美丽，而且这一款其实不低，有没有看到它其实这个 V 领延伸到上面，然后后背就是金链，那我建议呢如果你想要保存金链就是保值的话，可以保存久一点，记得一定要把它拆下来洗涤哦，好不好？真的会保存比较久一点，非常好看哦。好，加油加油，然后这个尺寸大家不用担心，胸部越大越穿越好看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越丰满的人穿会越好看，妞妞还有点瘦，所以在 V 领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展现整件衣服的完美度哦。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长度很棒，不会露肚子也不需要扎，今天要送给大家这个四件哦。好，然后呢妞妞再来穿上别的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总共有四个颜色要送给大家，再来呢帮大家换上一个我觉得很唯美的白色，那白色呢多少会有一些些的微透感，但是倒还好倒还好，我觉得还能接受，然后白色其实穿起来就是比较女神风范一点咯，白色穿起来有没有比较女神风范一点，但是我里面穿的是黑色内衣，其实你说透不透我倒觉得还好耶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样非常非常好看，然后你们可以戴上一只墨镜，来拿一个墨镜，好，就非常非常的完美了。其实妞妞家的东西都算简单有力，但是呢戴上去整件，我跟你讲这全套加起来应该不到1000块，对，你鞋子穿你自己的，全套加起来不到1000块，真的太完美了。拉链会掉，锁链会掉下来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妞妞算瘦了，其实不太会掉下来，然后白色我觉得
也真的是好看。对，那我等一下会穿其他颜色，因为四色我觉得都蛮建议的，然后真的很喜欢可以都把它包下来啊，因为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便宜又好穿，然后又有型，就不像那种内搭背心式的感觉哦。好，然后呢弹度这个不用担心，弹度是 OK 的，简单搭一个有型的下半身或者是牛仔短裤其实就非常非常棒咯。好哦，是不是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哦，墨镜加裙子加上衣加起来可能真的不到1000块，老实讲真的不到1000块，所以大家赶快按赞留言分享，这么喜欢的商品你们一定要赶快入盒。好，再来呢我要穿一个今年还是很流行的，算是焦糖可可色的东西，很多人呢、都在可可色跟其他颜色中纠结，就是不知道到底该不该买这个颜色。其实啊，我觉得这一次的背心啊，红色跟这个颜色我倒觉得都蛮特别的，你们觉得呢？因为其实我觉得夏天黑白衣服很多，它是很基本，但是如果你想要穿出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感觉，我觉得可以买红色或是这种焦糖可可色，非常好看。裙子里面没有安全裤哦。好，来，有没有，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不太一样，对啊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，而且它其实不太会挑肤，因为那已经有点晒黑，已经不是白白的，但是穿上去还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哟、好，然后今天就是简单中带一点造型，超级好看的，对不对？裙子三月底订的还没出货，来，我们近期包裹很多，所以呢下单后大概4到5个工作天才会出货。那最近呢因为遇上连假，所以大家可能要包容一下哦，我们都出货会再延迟一些些，但是我们都尽快帮大家出货咯，好不好？等待会是值得的，你收到这个就是会美美的哦，好不好？好哦，谢谢哦，真的很质感，而且裙子我蛮大推买的，然后这个啊真的背心我觉得很简单，像200多块而已，对啊，然后颜色啊或是各方面的我觉得都帮大家做得很到位，而且这次这个可以拆，大家有没有都帮妞妞分享了，我们今天啊就是四个颜色送给大家。电子皮肤会不会过敏？我觉得一般的人不会，如果你有过敏体质或许会，这个妞妞可能就没有办法说个一定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呢还有什么颜色送给大家，4个颜色，你们现在已经看完3个颜色，是不是觉得3个颜色都超美的？好，我现在呢是要送大家4个颜色，我们再来看第4个颜色，就是你们最爱的黑色。好，黑色穿起来就是很瘦很性感很唯美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黑色会是什么样子好了。好，黑色的部分呢，其实在黑色的部分链条当然其实算是蛮明显明亮的，因为毕竟黑色的衣服是深色系的，那黑色搭上金链呢永远就是绝配咯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们来看看4个颜色，你是不是我送的很棒，4个颜色没有送到一个你们不想的颜色，每一个颜色都是漂漂亮亮的，有没有？好，黑色呢配上金链非常的完美女神，好，超级好看的这一款，我相信今天会卖得很好哦，因为大家真的一上架都会先抢这种特别基本款的商品，然后后面是这样子，而且真的很便宜，200块而已，又有质感，然后重点是它这一次前后都是做勾勾的，前后都是做勾勾的，有没有帮妞妞分享？来晚了没有关系，赶快记得分享，今天送4名，所以呢其实中奖几率是蛮高的，大家加油。好，一样哦，你看，而且它不会很露，它不会这样子浪浪的感觉。好哦，黑色也好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送给大家4个颜色，没有白送咯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呢我要先来介绍大家期待的长洋等等哦，我要来介绍一件我觉得很特别的上衣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，妞妞个人超级爱，可是这个面料的东西啊，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现在赶快买，因为呢这个很快就被抢光了。好，它非常好看，首先呢你拿到的时候衣服会是长这样子，然后你就会想说，哎，这件衣服到底是安诺到底要怎么穿。好，先说我先不介绍到底要怎么穿，我先介绍它的弹度延展度非常非常的棒，然后它是那种微透光的面料，超级弹，然后这一件呢只能说质感要买回家自己试看看它到底是干嘛啦。它第一个其实你可以穿成很慵懒随意的让它摆放，然后呢你也可以，我跟你讲这个弹度超大的，
然后你也可以拉成一字领或是斜领，让它穿搭正确。到底要怎么穿啊？妞妞，你不要再卖关子了。来，这边有一个小揪揪，对不对？把你的衣服穿进去，还要把你的衣服穿进去。然后呢，其实正确穿法是这样子啦，它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抓腰在旁边，微微的抓腰在旁边。那刚刚像妞妞穿裙子啊，我觉得这样若隐若现，我觉得蛮美的哦。所以呢，它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穿法。然后主要呢，这块是卖的它的布料，你买到这个布料，你一定会喜欢，你一定会感谢妞妞，我敢这样讲，因为这个布料我超爱的，它超无敌霹雳弹，你看，等，多一层这样子，然后又非常非常很特别的风格，真的很好看。前几天大家都在放假哦，真的。好，然后你看，再把它放进去。然后妞妞来换一件裤子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是穿裙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再换上一件裤子给大家看。好，裤子的部分呢，如果你今天呢，如果是搭上牛仔裤，这件真的蛮厉害的。对啊，就是蛮，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，因为这个面料真的在外面基本上是看不到的。好，然后它真的是卖面料啊。来，好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今天换上白色的裤子。来，它其实衣服真正的版型是这样子啦，就是有一点点抓皱，然后看你要多皱，你要很皱你就拉，你想要斜一点就拉多一点，你不想要那么斜你就这样微微拉一点，你不想要放进去就整个放下来，随便你，随意，非常随性，你要这样子拉那样子拉通通都 OK， 是不是一件很神奇的衣服？而且这件绿色超漂亮的，你看，等等，后面就盖住我的屁股，很简单，等等，然后再拉一次给大家看。好，想要一点点，就是这样子，想要前面斜一点，那就拉多一点，就是斜一点。所以这件衣服造型十足，再来它造型之外，我觉得是好穿，我觉得好穿才是重点，然后也不用拉衣襟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子，而且如果到海边你想再短就再缩，就是再拉短，然后后面是盖住屁股的。那妞妞一般呢、啊，我自己有买，我自己穿就是拉到刚刚好，恰到好处，就是一般 T 恤的位置，我顶多是拉我的肩膀，我不太会去动下面的上衣，但是我还是会教大家可以自由的调整，超级厉害。然后再配上我们昨天的无敌霹雳墨镜，超好看的渐层墨镜，大家买了没啊？我们家的独家，好，首单发了500只，但是现在已经剩下个位数了。好，早上呢已经就是帮大家物色过了，剩下个位数了，所以有喜欢的赶快去买哦。什么颜色适合健康肤色？等一下妞妞会穿上另外一个杏色，这个绿色很漂亮。然后可是这个绿色完全其实不太会挑人穿，而且小麦皮肤色的人也都可以穿。然后我倒比较建议大家其实可以买绿色，我觉得绿色很特别。好，然后我也很喜欢它这种放下来的感觉，就是有点慵懒的感觉。好咯，绿色介绍完了，我要来介绍还有一个很棒很棒很棒的颜色哦，很棒很棒的颜色就是米杏色。好，米杏色看起来又格外的更有气质了一点。好，米杏色喜欢的人也可以戴，这个颜色穿下去很强，就是蓄势待发，很有气势。好，这个颜色呢，穿得好的人我觉得会很好看哦。你看一下，穿不好的人，如果你搭配不好的话，我觉得就会有点没有绿色那么厉害，但是我个人超爱这个颜色，它是有点米杏的。然后呢，一样哦，你想要拉斜肩，想要拉这样那样都可以。好，太完美了，这件衣服真的太有趣了。这边有一个扣环，来把它拉上去。好，我通常都是这样穿啦，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种。那比如说到海边啊，可以微露一点肚子，我们就可以再拉高一点点，它就会变这样子。很酷的衣服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而且它超级冰凉，然后又软料的。绿色会显白吗？其实两个颜色我觉得都差不多，因为它不是那种黑白色，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显白的话，我觉得杏色也是 OK， 然后绿色其实不挑肤色，健康肤色也可以穿。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是特别，两个颜色很难挑，因为妞买了两件，所以我也没办法了。好哦，容易皱吗？其实这个材质啊，我个人带出国它不太容易皱，会皱，可是你只要把它先挂起来就 OK 了，差不多挂个一个晚上，你隔天要穿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我个人啊，我自己挑衣服都是挑不太皱的衣服，因为我很害怕皱，每一次出门就是要带一堆衣服，然后如果都很皱的话就是要烫老半天，所以呢真的我也不太喜欢太皱的衣服。好，然后来看，你看
超级冰凉，然后弹力十足。这真的可以包色啊，因为这真的很好看。然后你看哦，我们不要这样穿的话，我们还可以这样子，很美耶！你不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吗？我真的觉得好美耶！ Yeah, 我明天出门要再穿一次这个。好，昨天还在想说啊，明天工作要穿什么，就穿这个了，决定了。好，明天就穿这个出去工作，太完美了哦。好，然后呢，已经交给大家了，所以大家有喜欢的自己喽，自己喽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今天大家期待已久的东西来了，就是你们想要很厉害、很厉害的洋装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介绍洋装之前呢，我要先介绍一个罩衫。好，今天有一个罩衫，这块花布啊，其实是妞妞跟布饰订了非常非常久的花布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，这个花布呢，它其实我订它已经订了一个多月了，然后可是一直没有给我下文，然后呢我最近又一直追问，然后终于这个花布到了，然后肯帮妞妞做一件漂亮的罩衫给大家，肯帮妞妞做了一件漂亮独家罩衫给大家，来哟，这件是独家罩衫。其实去年我们有这个花布，但是后来断货了。你知道后来我一定要讲这个故事，去年有300多名买这一块花布的上衣断货了，你知道你有多心痛吗？好，第一个心痛是因为你们没办法穿到这个漂亮的衣服，重点是这个布料超漂亮，而且今年呢，其实我在很早三月的时候就已经问了这个布料到底有没有，我要做其他的款式给粉丝。好，我等了一个月终于来了。那其实妞妞里面就随意搭了一件背心咯。好，我穿给大家看，这件罩衫一定要买，因为呢我们一般很常出提花罩衫、花罩衫，但是这一件是花罩衫，而且是独家的花，再加上雪纺，所以非常漂亮。它其实是一件罩衫，也是一件上衣哦。好，如果呢我今天不要，它这边有那个竹竹可以绑，可是我今天如果不要绑的话，来，我不要绑的话，就是一件漂亮的罩衫给大家，然后是宽袖的，然后防晒指数100，再来透气指数100，有没有看到它是微透薄薄的雪纺，所以穿下去真的非常非常的凉爽，而且这个款式在外面看不到，还有这块布料是我苦苦哀求来的。好，这个呢我现在是穿成罩衫式的感觉，有没有看到后面有缩腰，缩腰要干嘛呢？如果我今天想要穿成上衣的感觉，我们把它拉起来，这很好看耶，你看上衣的感觉，它就变这样子，它就变一件泡泡袖的上衣，这样子非常漂亮。那里面呢，其实夏天就建议你可以搭比基尼，或是亮色系，或是白色、黑色、灰色，通通都可以，甚至搭平口小可爱也都 OK， 就是自己去造型。你看后面就会变缩腰的，然后重点是我主要卖的是要花布，跟真的苦苦哀求来的花布，超级好看的。会不会断货？花布的东西很有可能断货，因为其实不是我不愿意帮大家做，有时候布饰它织不出来，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控制。好，来你看，噔噔，超漂亮的，有没有？超美的哦。然后你看这个，把它打开，如果我们就是比较抽绳的感觉，然后整件打开，它就是变一件宽宽的罩衫，非常非常的漂亮哦。好，这个罩衫只有一个颜色，只有一个颜色，就是它，绝对完美。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model 的照片，颜色应该会更清晰。这件真的超美的，真的超喜欢。然后你可以自己缩缩你自己想要的样式，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，就是不一定要全部绑很紧，你也可以这样子开开，就是当个开襟罩衫的感觉。如果去海边的话，有时候妞妞很喜欢这样，就是拍照的时候，这是一种感觉问题，好不好？所以其实这个罩衫还蛮多变化的，非常非常漂亮哦。好，因为今天新品很多，然后都是各式不同的风格给大家，所以这件罩衫是我非常本人今天商品里面最大推的一件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一定要去购买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好，太厉害的一件罩衫了。好了，漂亮的罩衫我要脱掉了。再来呢，我要换上今天呢你们最想看的这一件洋装。之前呢，我还没结束，有没有很讨厌？就是呢，很多粉丝在问的宽裤，宽裤来了。好，今天要介绍商品超多的。好，宽裤来了。这个宽裤呢，今年初妞妞家只出第一件哦，就是这一件宽裤。
好，宽裤到底好不好看呢？我呢已经帮大家挑选到最不胖、最好穿、最基本、最好搭、质量最好、最便宜的款式给大家了，好不好？我非常的贴心哦。坊间的宽裤琳琅满目哦，非常多种，但是呢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我已经挑了最显瘦、最好穿、最舒适、最便宜、最完美的给大家了，所以呢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宽裤呢买不好会变胖胖矮矮短短，所以呢我这次呢其实没有帮大家挑的太花俏，帮大家挑选一个最基本但是真的是最好看、最修身、长度也是最刚好，不会让你穿起来 everyday 的感觉哦。所以呢这一件呢只能说是热卖咯。好，我们家的第一件宽裤。好，其实宽裤早就流行了，但是妞妞找了好久哦，就是为了找到刚刚那一些条件。好，你看这一件宽裤简单有力。好，这个绑不绑随便你，但是我觉得绑起来会比较有造型。它呢一样可以是 S 到 L 嘛，雪纺的材质，然后宽裤有很多用途。好，如果你穿一些细肩带小背心或是一些提花上衣，搭下去都非常的不得了，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好，牛仔宽裤预计下周咯，预计下周咯。好，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厉害？然后这一次啊，我个人很喜欢这个颜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穿起来很有气质。然后长度呢，就是我觉得是宽裤中的宽裤界最棒的长度就在这边了，因为宽裤其实有短有长等等啊，每一个人喜欢的不一样。但是呢如果要那种挑选的话，我真心喜欢这个长度。再来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它没有口袋？这也是我贴心的设计，因为呢通常宽裤已经宽宽胖胖了嘛，大家最害怕的再加一个口袋不是就更胖了吗？这边，所以呢这一款裤子是没有做口袋给大家的哦，好不好？腰围245可以穿啊，当然 OK 了哦。一直看到牛仔宽裤的照片。好啦，宽裤快要上架，本来排定这周要上架的，但是因为真的连假太赶了，所以呢我们还是就是安排到下周咯。好，你看而且穿起来是不是超瘦超瘦，我最大推的就是这个颜色，所以看大家喜不喜欢咯，有喜欢的可以带这个卡其色。好，再来呢还有呢一个颜色就是你们最喜欢的黑色，黑色很多人买，黑色就是可能有一些上班族只能穿黑色的衣服，也或许有一些人他喜欢显瘦的，所以他买了黑色。那其实呢妞妞是自己喜欢把它穿的比较高腰一点，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去调整，要穿中腰短这样子，要穿高腰其实也都 OK。 好，非常非常好看。来，我来换一个颜色的上衣给大家，这样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好，黑色的部分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显瘦，然后今年呢你的衣柜里要有宽裤，不要多，只要一件就好了，所以呢未来妞妞也不会再出宽裤了，这一件呢我们就会卖到明年咯，好不好？因为呢宽裤真的不需要太多，没有必要到这么多。好，所以呢我觉得妞妞这今年呢、就卖这件宽裤了，所以如果有喜欢宽裤的人就是可以买这件。然后呢我刚刚有讲嘛，我是比较喜欢高腰的感觉，如果你想要低腰的感觉你也可以不要穿那么高，就是可以自己去选择，但我觉得高腰一点可能身材比例会好一些咯。终于等到宽裤150可以穿啊，当然当然，而且不会拖地，不用担心，它真的是最简单最基本价格最亲民最显瘦的宽裤了。因为真的宽裤啊，妞妞的骨盆其实也比较大，宽裤真的版型不顺不好看的，这边会很奇怪，真的你们去注意看看，就是从这一段到这边真的会变得怪怪的。但是这一款真的不论是正侧背都非常非常的显瘦，而且非常的冰凉舒爽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来穿搭。宽裤超美的，而且它其实宽裤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卖场在卖啦，但是妞妞真的觉得我们家的宽裤超瘦超好看。很显瘦啊，因为很多人很害怕穿，很想穿宽裤但是很害怕变很胖，但是不用担心，相信妞妞一次，而且它又是松紧的，很赞的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不要再卖大家关子了，大家一直在等待长阳对不对？今天最美的长阳出动咯。好，最美的长阳出动了。好啦，妞妞等让大家等那么久，这件长阳呢我自己也有买一件下来了，因为实在太美了，可是它呢
跟大家说，第一批的现货没有很多哦。如果你有想要的话，赶快先买了，因为可能之后要等比较久一点点，因为它上面是做松紧的，所以在松紧的做货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哦。来咯，等等，你们在等待最美最美的洋装出动咯。好，来，这件洋装呢，你们穿的时候，这边有个中心点，你要把它拉直。好，今年呢不出别的色，只出这一色，也不出其他色。你们在可能在其他的网拍，在其他的网络上有看到有人出素面的，或是别的花布。妞妞呢，其实就只有这一个色，就只有这一个色是最漂亮的。然后呢，人人皆可以驾驭，女神的颜色，水蓝色。好，这边有微微的开叉，但是这个开叉完全不必担心哦，它完全不会让你就是曝光问题，它只是呢让你拍照的时候脚可以伸出来而已啦，其实就是微微小性感而已。好哦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好，然后呢再来，这边都是松紧的，再说一次，胸部大的人穿真的比妞妞好看。那手袖的部分这一次是做垂坠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它不会勒在你的手上，所以夏天你不用担心啊，好热又好黏的感觉。再来呢，长洋这一款是最标准的长洋长度，所以160呢，我160，哎，我是161，穿呢还没有到底，到底的我看一下，到底大概还有5到10公分左右，所以170穿呢稍微短一点，但是好看，150公分刚好到底。你如果不想拖地，穿高一点的鞋，也或许拿去改一点点长度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有些人啊甚至喜欢穿拖地的长洋，每一个人习惯不一样。那我觉得呢，这个长洋是真的很标准，它完全不会让你晒到，然后就是真的我们以前度假长洋标准的长度哦。所以这件真的非常非常好看。现在是满千免运哦。好，有小心机开叉，没错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。然后呢，这边整件都是弹力的，所以呢，这件孕妈咪可以穿。你知道我们有粉丝是大概8个月是可以穿的，而且妞妞也实力测试过。其实这个版型我们很早之前就卖过素面的，只是今年呢天气好好，今年热得早，所以妞妞呢帮大家选了一个非常海洋系的颜色，有没有发现？就是淡淡的蓝色，这个卖的超好。这个今天一上架就是噔噔噔噔噔噔，大家狂速下单，超好看的。哎，你们是不是都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度假？不然为什么你们可以买那么多的度假洋装？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好哦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满版整件的，而且非常非常的透亮，非常非常的透亮。还有一个很棒的是，它的那个材质是这种有点皱皱的感觉，皱皱的樱花。所以呢，当你带出国外或是塞在行李箱里面，不用担心它会很皱，拿起来稍微抖一下就可以穿了，就可以穿出去晒太阳咯。很美，对不对？可惜妞妞长了一颗痘子，一点都不美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这样子。如果你最近要就是觉得想要来一个度假风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这样子。好，那粉丝一定会说，哎，这会不会一直掉？其实它不会掉，它是很紧，但是妞妞的上身真的过于小，所以我偶尔担心它掉下来，我还是会拉一下啦。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是丰满一点的话，其实是完全不需要担心它会掉下来的。买了都还没度假是不是？好，我跟大家讲哦，快了啦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可爱，其实认真说，其实3、4月根本就还不算是夏天，可是真的大家都在卖夏天的衣服，不是只有妞妞啊。其实我也觉得很妙，其实像今天就穿得到，这几天都穿得到，可是有时候又突然又变很冷，因为毕竟现在还不是真的夏天。等到夏天你们就知道了，你们比别人快，有很多漂亮的衣服。好哦，宽裤松紧不容易卷起来吗？不太会耶。好啊，连在家都穿妞妞的衣服，好，很棒很棒。好，再来呢，连身这个裙子讲完了，再来我要讲一个我今天一定要今天的罩衫都很强。这款罩衫是今年的新款，它是有点菱格纹的，菱格纹的，我穿在身上给大家看，它是这种
立体菱格纹的，然后手袖有一点抽须，可以看到它的抽须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不是不会歪勾起爪的，好，品质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呢，它也算是遮阳衣、防晒衣咯。那一般呢，通常度假大家都说到底该穿什么罩衫，就这种罩衫咯。那这种罩衫呢，只能度假的衣服穿吗？不咯，你如果穿背心或是穿一些简单的 T， 通通都是可以搭下去的。这一款非常漂亮的是，你看它的菱格纹就是微透，它是立体锯齿的，然后整个摸起来也是立体造型的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什么时候会出鞋鞋啊？还没啦，看直播买就好，出去逛街真的真的，其实久了大家出去逛街都不会那个了。马来西亚可以啊，因为妞妞其实蛮常过去的，然后那边真的很热，很适合我们家的衣服，38度，所以我每次去那边都会拍很多漂亮的照片回来跟大家分享。罩衫真的买不完啦，因为罩衫就是基本配备啊，就是怕你们又会晒黑着凉，或是有的要防晒，然后有的又要搭，比如说要搭洋装，很多人就说我会穿洋装，但是我不知道要穿什么罩衫。这个罩衫就是我觉得很厉害，是我刚刚有讲它整个都是立体压纹的，然后这次是做这种菱格图腾的，非常非常的显色。背心跟罩衫衣服好多都是妞妞出的，谢谢咯。看直播一直买啊，没办法啦，大家女生都是这样子的，妞妞看别人的直播也会买，我看彩妆也都会买。好，所以这个罩衫呢，我觉得非常大推哦。啊，今天两款罩衫都是妞妞独家大推的商品，所以而且这个长度也非常刚好，可以让大家可以遮到阳，然后这边抽须再一次，我觉得它的须须做得很漂亮，谢谢。女生真的不嫌多啊，每天都想穿漂亮的衣服。我介绍的都很清楚吗？谢谢大家，如果还需要什么不清楚的部分，其实都可以跟我建议或是跟我反映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妞妞，大家有发现妞妞其实不希望直播时间太长，我都有一定缩短在大概半小时左右，我觉得就够了，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直播，然后我又讲解得很清楚。好了，今天按赞留言分享，我们会送四个背心，记得进来赶快分享。再来呢，今天介绍了9个商品，好多颜色，大家针对商品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妞妞在这边呢可以来解答大家咯，好不好？刘咔咔 Hello， 昨天晚上我好像还有回到你的讯息的样子。好咯，满千免运哦。我上次手链准备太少，我也觉得，可是因为近期啊真的好忙好忙，所以我们之后会上耳环，耳环又会再上架咯。老公的衣服我也是欸。Hello， 马来西亚只能买那个夏天衣服，太好了，因为马来西亚真的很热，很适合我们家的衣服。下摆弹力牛仔裤目前没有了，所以前面有买到的1000名粉丝，我非常非常恭喜你们。那一款裤子真的是等好久好久。谢谢谢谢 Lindy。罩衫搭配背心短裤好看吗？妞妞来换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猜有很多方，其实没有哦。其实这个你看哦，我现在这样穿算是一般休闲也都可以穿的。好，来，应观众要求马上变装，来，我们来这样穿看看。想要手链，我也想巧遇妞妞，我很希望遇到你们啊！遇到我一定要叫我，不要默默的在我旁边说，哎，我的衣服是跟他买的。好啦，因为妞妞其实看到很多粉丝都很害羞，但是我不敢过去乱认你们。好哦，之前有个牛仔短裙还会再出，你可能要给我们图片哦。它是偏硬挺的吗？其实我们的宽裤它是雪纺材质，是非常舒适的，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。来，这样也很好看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其实不一定要穿长洋，它的用途很多很多，你穿休闲感一点点都是 OK 的，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。而且这个罩衫长度我超喜欢的，它是可以直接盖到屁股的，然后很好搭，不论你里面是搭红橙黄绿蓝靛紫，我觉得都适用。妞妞都在大直吗？其实我蛮常在大直活动的，因为带小朋友，大直是一个很棒的空间。宽裤有小肚囊穿会好看吗？小肚肚你自己就要说一下咯。巧遇可以拍照，有啊，我上个礼拜就有遇到粉丝就有跟我拍照，超级可爱的。好，我都会出没在大直。好啦，希望可以遇到你们。
红色背心它是暗红，它不是正红，刚刚有说过它是有点带朱红色，大家可以上官网看，它不是鲜红色，所以穿起来格外的有质感。好啦，今天呢耽误了大家其实蛮多的时间，最后呢妞妞要做什么呢？最后我要跟大家讲说，我们有一个运动系列，如果你啊想要买运动系列的人，我们今天有出一款运动系列的长裤，我们今天有出一款运动系列的长裤。好，我现在要穿最后一件的。好，今天出了运动系列长裤，但是尺寸的话，大家可能要上卖场看一下，看它是单一尺寸还是有分尺寸哦。好，如果你有在运动的人，请你一定要买这件。如果你有在运动的人，请你一定要买这件，因为呢，妞妞实在太大推这件了。好，这件呢它是什么呢？它是短裤加内搭裤，而且穿起来超瘦。好，这是最后留给还有在看直播的人。好，你们看到最后就是有好康事情要发生了，来哦。这一件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，但是我个人超爱的。如果呢你今天要去运动的话，它是内搭裤连在这个短裤里面的，一体成型的。再来呢，这边是完全弹力，让你运动是非常延展性都可以的，然后非常非常的舒适哦。然后呢再来呢，我们之前是出短裤嘛，这一次呢它是包在里面，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屁股会露出来，它是一体成型连在一起的，然后都是松紧的。记得运动裤不能穿太大或是太小。然后呢我跟你讲，它这边啊是冰凉的那种透凉的运动材质，所以呢你看超级弹力，超级弹力，真的很好穿，穿下去真的很舒适。好哦，在等这件很瘦哦。如果想买这个直接到我们的运动系列，左侧有个运动系列，而且一般这种裤子其实运动，大家现在运动啊都想要漂亮时尚，所以其实啊这一种短版的背心，你除了可以搭高腰裤之外呢，其实你也可以拿去就是运动的时候穿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而且非常非常显瘦，然后版型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就只有一个色，然后它是两件连在一起的，它是夹两件式的，就是最符合女生的需求。因为有现在其实运动品牌出了蛮多这个的，但是妞妞家这个我真的真心觉得好穿，而且真心觉得弹好，所以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。好，短的运动套装之前有试穿过了，我记得都快卖光了。对对对，好，来，所以屁股这边也都帮大家包办了，所以其实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。好，它就是一体成型，然后这边整个超弹。好啦，今天跟耽误大家太久时间了，现在已经是1点钟了，大家乖乖去上班吧。好了，有喜欢的东西下午啊或是有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去购买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到这边了，大家记得一定要按赞留言分享，我们就会送出四个背心，今天的名额非常多。透气啊透气啊，它其实算是运动莱卡的弹力材质，所以我觉得是很不错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家的运动裤。好了，拜拜喽。